民国珍贵老照片，少女时代的林徽因美丽出尘。图二最美影后蝴蝶，这张是林徽因少女时代的美丽倩影。她美丽出尘，具有西方女性的大方，又有东方女性的婉约淡雅。林家有女初长成，说的就是这位美丽的名媛蝴蝶。中国早期横跨默片时代和有声电影时代的著名女演员，凭借美貌和演技闻名全国，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女影星。图为蝴蝶和潘有征的结婚照，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这也是蝴蝶最幸福的时光。公认的民国美人，阮玲玉当之无愧上榜。她的容貌清丽，不失妩媚，妥妥就是女神级别的存在，在影坛地位仅次于影后蝴蝶，却没有蝴蝶的韧性与勇气。因不堪情夫唐季山虐待，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尽。陆小曼的美貌与才气丝毫不逊色于林徽因，她精通英法两语，书画一流，还是外交翻译官，也是女神一枚，难怪徐志摩会宠爱她如初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